今天要来开箱我们的新色油漆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我们的浅蓝色，浅浅马尔蒂夫色。那我们一样，我们会直接在我们的调色机，然后直接制作出浅浅马尔蒂夫色。然后制作完之后，就会直接开箱，然后来漆给大家看它的实际的颜色哦。浅浅马尔蒂夫色，一整年只有夏天的马尔蒂夫是度假胜地，也是蜜月的天堂。它里面的沙子是纯洁的白色，然后海水都是清澈，能看到水底的浅蓝色。那这个浅蓝色啊，给人感觉舒服又纯净，柔和清新的色调，它很适合搭配浅白色的家具还有墙面，让家里永远都是最美的景色。大家喜欢我们的浅浅马尔蒂夫色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小编，然后也可以在我们下方的链接看到我们全部的独家色彩哦。